是今天到任的长沙布防副官张启山。这个西院可不像你们看到的那么简单。那个二月红的身影分明是下地人的手。如今众多土夫子党同伐异，得有一家门派管理这些贼人才能太平。我爹当然是希望我们洪家统领长沙。想杀我回去可没那么容易。控制府里的人，把怪物准备好。不能保护着会死很多人。